在我心目中每一个都是第一名的啊、哦。但是老师的心目中，我知道，还是请三位上帝，给我们最后的评分啊。那我想，这个大家都非进步的非常非常棒。那我想，这个要谢谢我们卡拉 OK 班啊，我们公会办的卡拉 OK 班啊，尤其是要谢谢我们罗老师的指导。我想，这一次大家自己心里面都有一个感觉，超越自己就是进步。就像每一位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啊，所以我想，非常高兴。那我是不能参加比赛，我参加比赛的话一点都没有电脑，对啊，像抢手这么说啊，我有电脑的龚老师可以请你啊，所以我往台湾，我是他讲想用电话来请，或者只好唱歌。哦，有啊，那个巧合了，想得你啊，龚老师，今天我又想通知你使用他们巧合，我不想上次八戒，所以我还是参加联名指导。那我想非常谢谢我们郭老师在指导我们，然后就把办得这么好，你弄得这么好。那我想来唱这首歌，是不是能够邀请郭老师来一起来唱？郭老师可不可以？我生的城市里啊。
第二组，我们欢迎年轻师跟副美，美唱池行南。直播明星准备。人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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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就曲终人散。